老师，所以你不是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你想到吗？哇，你画什么？这个是世界的地图，很美哦。跑了长达1865公里，一年为了实现儿时梦想，用了9个月的时间。穿过闪过侧过，侧身疲惫影子跟着我，再多挣脱再多迷惘，收紧我这步伐，昨天今天明天，因为缺口才能体验更多，害怕什么？就算输了也要潇洒的姿态，天空多辽阔，世界有多大，一步步有我脚步去丈量，谁说没翅膀就不能飞翔，面向着太阳就找到方向，梦不是渴望让它变形，就算输了也潇洒的姿态，哦哦哦，天空都辽阔，世界有多大，一步步有我脚步去丈量，谁说没翅膀就不能飞翔，面向着太阳就找到方向，是渴望当它变希望，要为我灿烂的梦而勇敢，望到了星空想看见了我，要向着世界呐喊，变得更如果人生是一列快车，我会用最完美的姿态一直跑到终点。天空多辽阔，世界有多大，一步步有我脚步去丈量，虽说没翅膀就不能飞翔，面向着太阳就找到方向，梦不是渴望当它变希望，要为我灿烂的梦而勇敢，
排了九个月之久，各地的长跑健将一同奔跑，成为极其壮观的。儿时梦想用了九个月的时间，跑了长达1865公里，终于将马来西亚半岛各个角落都跑遍。途中巧遇儿时战友，还并肩作战，吸引多位追梦者一同与他完成梦想。同时在国内各地也逐渐形成一个趋势，掀起一股长跑的新浪潮。